钟希文两年冇蒲，心痒痒。连诗雅、钟希文等人日前就出席喜力电子音乐盛会 ，Celia 又透露，因为工作太忙嘅关系，所以已经有两年时间冇再去夜蒲啦。我谂都好耐啦，因为平时做嘢好忙咧，其实都好想放松下嘅。但系咧，每一次即系希望系约朋友嘅时候咧，朋友唔得闲喎，咁又可能工作嘅关系啦，又比较拣地方啦，所以就好少去嘅。咁系咯，应该都有2年，2年，系啊。此外，提到有传余文乐同埋周柏豪不和，钟希文就坦言一定唔会，因为二人系多年嘅好兄弟咁话。我觉得应该唔会，一定唔会咯，好似系啦，一定唔会咯，因为其实我系同佢 friend 得好，同余生就唔系好熟嘅，即系只不过系做嘢撞见过啫。咁佢哋两个关系，我觉得圈子里面嘅人都知道，已经系好多年嘅兄弟啦。所以出面人怎講或者發生了什麼事，我覺得是好像笑話那樣說出去咯，我只是笑話來的，其實沒有東西。